凌晨三点，你撞破宇宙最离谱的酒店，霓虹招牌闪着幽蓝光，门前红灯牌写着客满，亮得刺眼，前台笑盈盈摊手，抱歉，无穷个房间全住满了。你攥着行李转身要走，经理突然从阴影里冒出来，勾唇眨眼，能腾房。你当场愣住，满房怎么还能塞人？经理抬手按对讲机，按键声清脆，所有住客即刻搬去隔壁房，一号签二号，二号签三号，以此类推。话音刚落，所有房门同步弹开，人影拖着行李箱整齐后挪，30秒不到，一号房就空出刺眼白光，红灯牌却还亮着客满。你瞪着眼拎箱进门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次日清晨，无数银白宇宙巴士排成长龙，遮天蔽日，每辆都载着无穷的客人。你倚着栏杆暗忖，这下必没房。经理却慢悠悠按响对讲机，照样能装。所有住客迁去当前房号乘二的房间，奇数房留空。指令落下，人影再次同步挪动，无穷个奇数房瞬间腾空。巴士客人鱼贯涌入，酒店依旧亮着客满灯牌。这就是希尔伯特旅馆，永远客满，却永远有空房。数学早藏好答案，无穷大的满从来不算真的满，它比你能想象的更颠覆认知。就像看似饱和的赛道，换个逻辑就能腾出新空间。下次有人说世界已无余地，你只需笑说，麻烦，都搬到隔壁去。